實成個戲嗰個想法都唔係我拍嘅時候有呢個意念嘅。其實 PTU 喺香港其實好長時間咧，起碼都由我拍戲之前，我記憶之中，我後生嘅時候都見到香港警隊有 PTU 嘅。喺我哋會覺得就早期嘅警察部門有個 PTU 出嚟咧，就係專係對付啲街頭霸王啊，或者黑社會啊，即係一啲即係好直接同佢哋一啲比較正面啲嘅接觸嘅，同啲壞人咁。咁喺嗰度其實好多年嗰、那個已經係好多年嘅歷史嚟㗎啦。咁拍嘅時候咧，其實係唔會因為話整個戲唔係因為有個黑澤明嘅流行片而拍嘅，係因為我覺得個戲裏面係需要有一個團體嘅精神，係一個警察部裏面嘅一種，即係所謂叫 blue curtain 啊，即係一啲咁樣嘅佢哋為咗保護大家而作出一啲即係 rule 出嚟嘅，即係呢個戲我係想講呢樣嘢。拍呢部戲嗰三年裏邊，我拍咗七部電影，其實嗰個原因就因為即係我需要喺中國星嘅時候咧，係需要完成一啲數量嘅電影啦。咁而 PTU 係我自己比較個人啲嘅電影，咁我覺得幾乎係我自己嘅習作嚟嘅，即係一個實驗方式嘅一個電影啦。咁喺呢個電影裏面拍三年嘅原因就因為我要有時間我就去拍，有時間我就去拍。於是這個戲咧就拍咗三年啦。咁依個三年嘅解釋就係咁樣啦。其實實際上要拍嘅時候咧，就係話個夜晚嗰個取向就因為我驚日頭太多人嘅時候，我難控制喺個街道上邊啦。咁同埋呢個戲根本上，我覺得喺我自己嘅設計上邊咧，係一個比較寧靜啲嘅晚上嚟。喂，徐生，打錯，唔好意思。其實我自己會當日會咁樣做嗰個決定，成個燈光設計上面係咁樣。最大原因就係因為我好想希望佢就係話其實有少少似中國國畫咁樣啦。即係你會見到我哋好多時咧就係啲國畫就係睇唔到嘅嘢咧就係好大煙嘅，好多霧嘅。就是你要看到的東西就會被這些霧和這些煙的東西呢是托襯托出來的。我會覺得就是因為用這個燈光的效果的時候，一個比較強的對比的時候，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我不想看到旁邊我不想看到的東西，我不想看到旁邊的東西，也都不想它完全變成一個黑布景這樣，至少佢有啲 detail 喺後邊啦。呢個燈光嘅設計方法就係我係避咗周邊嘅環境，想將佢抽離少少，將成個世界抽離少少。你只係敲穿嘅啫。係啊，自己有哮喘嘅啫。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我覺得就係我拍嘅戲嘅人嘅年紀比較成熟咧，槍火又好，PTU 又好，去到 XL 啊嗰啲咁嘅電影都好啦。我又比較喜歡一啲成熟啲嘅演員。咁而三蚊音同我認識都到而家都三十幾年。咁變咗，其實係我覺得揾一個 partner 咧，係了解自己嘅，或者係就到我嘅，所以我覺得我會做起上嚟比較舒服啲啦。咁至於 Simon 咧，係咪因為演技好而做呢個戲咧？咁啊，其中一部分啫，只係而最重要嘅部分就係佢可以作為我自己嘅一個 partner 嘅時候咧，彼此之間係好放心。咁無論我拍嘅戲係 PTU 又好，或者其他戲裏邊都好啦，我都好希望揾到一啲演員同我夾當得到。喂，
咩啊？打錯啊？咩馬尾啫？你打幾多電？打咩啊？今日窗都俾人懟爛咗喎！佢唔識做戲嘅，林雪唔識做戲，不過係一個真真正正嘅人嘅反應。我就最中意佢呢一樣嘢啊嘛，唔需要修飾嘅，好直接嘅感情。啊，咁佢究竟係一個好演員啦，定話一個對我嚟講最好嘅工具咧，我都分唔清楚。即係個戲裏邊始終都有一個即係女性啦，即係成班都係男人。咁如果喺個畫面上面一啲協調咧，就應該出現一個女性嘅觀一女性嘅演員嘅。咁其中我覺得揾佢嘅最大原因就係話因為Maggie 同我都合作咗好多戲嘅，其實咁喺呢個戲裏邊，我覺得佢有比較似啊，我自己覺得佢似一個差婆，即係喺外形上邊係接近我自己想象嘅人物咯。識咗好耐喺電視台好耐嘅演員，我喺電視台拍戲嘅時候，已經拍過佢好多次啦。咁彼此間都係一樣啦。我話我選擇演員時候最緊要都係話有啲默契嘅演員啦。我唔中意再繼續喺度大家了解大家嘅啦，即係最好最直接嘅方法，大家都好了解大家要做嘅事就馬上要做。咁同埋我覺得佢外形好似呢個女警。我想最難過的這個戲裏面就是我自己覺得有一場戲，就是在那個遊戲機室任達華伯那個小朋友那個啡嚟嘅啡咧，就即係300元一日，就被人打了成100多200巴，咁咧就打到咧，原來去睇醫生隻耳仔咧有少少問題，即係聽唔到嘢。咁事隔6个月後，我又拍翻嗰場戲，因為我睇完片，我覺得唔係幾好睇，再拍一次，又要揾翻佢嚟再拍過。咁問佢你嚟唔嚟啊？佢唔嚟啦，打死都唔嚟。咁啊，收尾哀佢好耐之後再嚟，又算再打。咁啊，覺得依個戲裏面咧，真係幾難忘嘅。一個普通人係嘛，只係賺你嗰300元，就打到咧又面都腫曬啊！第一、第二就要睇醫生，又要再嚟拍過。啊，佢都嚟喎，即係咁，我覺得呢啲人好值得尊重咯。其實呢個戲裏邊，我覺得又唔係喺度，即係要爆好多秘密啊！嚇，唔係想做呢件事，而係我覺得我正話所講嘅就話 PTU 呢個電影其實最重要都係講一個喺執法者上邊，佢哋呢一班人。某程度上邊係有啲互相保護嘅，就猶如我正係想講嘅嗰個 blue curtain， 即係佢哋嘅世界咧，係佢哋自己有自己嘅 rule。佢哋如果唔係互相包庇大家，或者有啲事大家同個法律本身有啲衝突嘅時候咧，佢哋請 keep silent 唔講嘢嘅原因係因為佢哋要 protect 佢哋自己喺警察。去執行他們的任務的時候，很多時候很容易會是不覺意會觸犯了法律，這個 很正常，在西方社會、香港社會都是，你打不打那個犯他不會說話，打不打都是一定的，不打都是法律上怎麼打得他，是吧？但是 你不 push 他，他沒有可能無端端告訴你啲嘢擺喺邊度啊？佢做過啲乜嘢啊？係咪一定有啲方法令到佢哋會做一啲嘢係唔符合嗰個法律上邊嘅東西嘅？咁但係依啲嘢，大家做埋一個同僚同埋一個警察，我去話俾人聽，你打個犯，我係警察，去告個警察咩？咁呢個唔可能做嘅事嚟嘅。無形中，我依家講嘅嘢就係無形中，佢哋自己本身形成咗一個叫做咩咧？佢哋嘅世界，佢哋嘅法律。嚟保護佢哋自己，其實係
咁呢個戲其實我覺得最終嗰樣嘢，我都係講緊一樣嘢，就係其實佢哋應該有佢哋自己，佢哋係有佢哋自己嘅團體精神，有佢哋去保護佢哋大家個個人嗰個基本意念。但係呢個係啱定錯咧？我覺得呢個係錯嘅。但係問題呢個世界係咁樣，我哋仲可以做啲乜嘢？即係我哋唔可以唔同情佢哋，但係我哋覺得呢樣嘢唔啱啦。我自己都會覺得 PTU 唔係一部好商業嘅電影，佢一部有自己格調嘅電影。咁可能法國人希望或者歐洲人中意一啲比較另類啲，或者係有一啲好個人風格嘅東西咯。咁我估個理由喺嗰度啦，即係話警匪片有好多種嘅，大家都知道嚇，即係我拍的時候就不是話一定話俾法國人睇，定話俾香港人睇，定話俾美國人睇啫。咁其實我想去話用我自己嗰個導演風格去講出一個香港一個咁特別嘅一個情形，或者係有啲共鳴嘅，同其他國家都有啲共鳴嘅，講一班警察咁樣去行事咁解。我只係會覺得就係我拍咗由我拍電影的大部分，由八六年開始再拍翻電影，第二部電影開始都係全部都係好商業嘅電影，亦都係好多時係同呢個票房上面好有關係嘅一啲想法。其實 PTU 當時我要求好細嘅 budget 去拍嘅原因就係話，阿老闆你唔好理我拍乜嘢，唔好理我拍幾耐，總唔知我拍完就俾部片你，得唔得？得你最好揾我，唔係就唔好揾我。咁個老闆得，你咪去拍咯，拍完你咪交片俾我咯。咁可能我自己喺一個最早嘅冇一個協議，就話我要拍部咩電影，同係咪一定要收錢嘅電影，係咪一票房嘅電影，或者一部好藝術啲，或者咩冇包袱。完全冇呢個問題底下，所以我會覺得就係喺個自由空間裏邊咧，令我自己會產生多啲屬於我自己嘅東西。